艳芳至少踏足舞台，在82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后一夜成名，创造乐坛传奇。金奖得奖者就是一开声你就哇一声，梅艳芳小姐的风的季节。我是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第八号的参赛者胡伟康。我是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银奖得主 Rita 韦尔山。Hello Rita， 讲起阿妹，你对阿妹有啲咩感觉？嗰時 Anita 咧，俾我感覺就一行出嚟就已經係一個 superstar 啦。點解？我覺得佢有 potential 咯。我記得當時大家都係集體活動嚟嘅。咁阿妹佢就係喺我排完我只歌嘅舞之後，咁我覺得有樣嘢係好驚訝嘅。原來佢將我要表演嗰只舞都差唔多一半以上嗰啲記咗入腦。佢天生就係屬於喺舞台嘅一個人啦。今年啱啱係阿妹離開咗我哋十週年。最近我亦都參加咗佢哋歌迷會一個聚會，咁我覺得好感動，同埋都希望大家可以延續 Anita 嘅心願，就係繼續不斷咁去幫身邊嘅人。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，明媚耀灿，神光照万里，重燃亮我内心。人迈向新的一天，跨新步放眼远方，迎来朝晖将人照亮，用歌声以呼唤笑，我心引入美丽阳光。人迈向新的一天，开心路到那远方，发放新生光芒不长，像玉人情朝气，我心发射憧憬万丈。人迈向新的一天，开心路到那远方，发放新生光芒不长，发射憧憬万丈。Thank you.